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欢迎收看佛禅。正文开始之前，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佛禅定会把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，点赞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钝感力，这个词想必大家有些陌生。这个词是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发明的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总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比如早高峰遇到了堵车，又或者工作上被老板批评，由此产生的消极情绪如影随形。可是如果你拥有了钝感力，这些消极情绪就会消散，你的生活也会更加美好。大家都不太喜欢迟钝这个词，因为我们的潜意识中，敏锐是褒义词，意味着聪明、睿智、灵活，而迟钝则往往带有贬义和否定的成分，给人呆板木讷的印象。如果听到别人议论自己反应迟钝，那你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。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钝感力作者渡边淳一却不这么认为。在渡边看来，钝感反而是一种才能，能让我们的才华开花结果，发扬光大。钝感力意思就是迟钝的力量，但跟迟钝不一样，它强调的是对于困境的一种耐力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。现代社会竞争激烈，节奏飞快，错综复杂，有时候太过于敏感了，更容易受伤，倒不如钝感一点，脸皮厚一点。虽然有时候让人感觉有点木讷，却能让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烦恼，不会气馁。适当钝一点，不张狂，不浮躁，不气馁，倒也不失为一种人生智慧。一，别太张狂。周易这本书里说，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在工作和生活中精明一点，灵活一点，并非坏事，但聪明过了头却往往会反误了卿卿性命。三国时期，曹操的谋士杨修才思敏捷，多次以超强洞察力猜中了曹操的心思，但在曹军和蜀军僵持不下时，杨修却因一根鸡肋丢了性命。对杨修的死，三国演义里只有解释，杨修为人持才放狂，数犯曹操之计。与锋芒毕露的杨修相比，同年代的刘备堪称韬光养晦的典范。贵为皇叔的他势单力薄，为防曹操谋害，只好在住处后院种菜，装成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。曹操请他到府上煮酒论英雄，试探他说，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两个时，刘备佯装大惊失色，吓得把筷子都丢到了地上，让曹操对其放松防范，从而才有了日后的东山再起，三分天下。大巧若拙，大辩诺讷。早在几千年前，老子就一语道破了智慧人生的玄机。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，日气太盛，锋芒尽显，就可能因咄咄逼人而招致许多麻烦。有时候做个含而不露、隐而不发的扫地僧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处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低调谦逊的人不是愚笨，而是懂得了人性的法则。二，别太患得患失。听过一个三人打赌过独木桥的故事，这三个人中一个是聋子，一个是瞎子，另一个是健康的人。站在远处眺望的人们不禁为聋子和瞎子捏了把汗，可最终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。聋子走过去了，由于他听不到桥下湍急河流的怒吼咆哮，瞎子走了过去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眼前有什么危险，照旧像平日里那样的心平气和，小心用拐杖试探下脚下的路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到达了彼岸。那个身体健康的人很是聪明，他让其他两个人先行去过索桥，自己却在暗中反复掂量着危险的程度。当他走向独木桥时，胸腔内已经装满了万丈深渊与险象丛生，再加上谷底河流的怒吼咆哮震耳欲聋，还没向前走出两米便两腿一软跌进了谷底。
患得患失必有所失，聋子和瞎子心如止水，所以顺利过了独木桥。而那个健康的人却因为耳聪目明，对外界很敏感，想得太多，顾虑太深，最后五行不定，输了个干干净净。一位年轻读者曾因人生困惑向杨绛先生求教，杨绛先生在给他的回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你最大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。一是当前进行必要的思考和筹划十分必要，但想得太多却不一定是件好事，因为想得太多就可能心存顾虑，产生浮躁，左也不是右也不行，最终一事无成。三，别太急功近利。在四川一带有一种叫毛竹的植物，它的生长过程非常有意思，在种植后的五年内，地面基本上看不出生长的痕迹，而在地面之下，它的根系却能向地下深扎了近五米。到了第六年雨季来临的时候，它竟然以每天近两米的速度向上急窜15天左右，最后大都可以长到近30米。而在它快速生长的那段日子里，其周围方圆10多米之内的其他植物几乎都停止了生长。毛竹以奇特的生长方式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：根深才能叶茂，后期方可勃发。人的成功好比植物的生长，没有广纳养料的发达枝根，就很难支撑起出类拔萃的卓越之树，更不可能滋养出绚丽多姿的成功之花。郭德纲成名前经历过将近10年的艰苦生活，回首那段日子，他深有感触地说：这是必须的，幸好有这10年让我潜心钻研相声，如果10年前就给我这么一个出名的机会，说实话，以我当时的能力不见得能接得住，不但出不了名，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坏名声传出去，我以同样的10年不见得能翻得了身。北京大学流行这样一句话：10年磨一剑，不一定能磨出好剑，1年磨10剑，肯定磨不出好剑。成功路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终难捷径，容不得半点急功近利，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。一言蔽之，只有埋头才能出头。要想成功，需要先学会等待，要懂得后期方可勃发，凡事急功近利，就只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四，别太在意别人的评价。作家周国平说过：我从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我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。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，就很容易在乎别人的看法了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不能被外界嘈杂的声音所干扰，专注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。参考消息曾摘登过一则寓言故事：一天，一群青蛙进行灯塔比赛，在高塔周围围观的人不相信青蛙能登上塔顶，于是大声喊：别费劲了，你们是不可能到达终点的。听到这些话，参赛的青蛙纷纷放弃了比赛，最后只有一只青蛙仍在坚持向上爬，最终用尽全力登上了塔顶。放弃比赛的青蛙都想知道这只青蛙是如何坚持下来的，结果他们发现原来这只青蛙是个聋子。还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位画家想画成一幅人见人爱的画，画完后便拿到市场上展出，旁边放了一支笔，并附上了说明，请每一位观赏者对画中欠佳之处做标记。晚上画家取回了画，发现整个画面都涂满了标记，没有一笔不被指责的。画家十分不快，决定换一种方式，他又临摹了一张同样的画，拿到市场上展出。这一次他要求每位观赏者对画的好的地方标上记号，当画家再取回画时，他发现画面上又被涂满了记号，那些曾被指责的地方都换上了赞美的标记。两个故事说明了同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成功需要专注，必须抵抗住外在的干扰。许多时候，一些事情尽管我们做得再好，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。我们不应该活在别人的评价中，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，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，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。
灵活和敏锐不是唯一的王道，专注做自己的钝感力才是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存才能。当你具备了这种钝感力，灵活和敏锐才能真正发挥作用，让你放大了自身的格局，坦坦荡荡地面对生活，不悲不喜，来去从容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聆听，期待你的留言和分享。佛禅每天为你推送新文章，希望你每天都有新感悟。在这里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